高铁为庆祝会员人数突破百万，特别针对会员推出限量购票买一送一活动，结果大量会员进入网站，造成系统大塞车。许多会员就反映，抢票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无法登录，就算登了几十分钟还是登不进去，结果出现系统忙碌宕机的画面，结果当然是被骂翻。像是有人说浪费时间，有人说按了一个小时买不到，是不是骗人加入会员，也有人说对高铁失去信心，办成大家讨厌的活动宕机根本进不进去。对此高铁在今天凌晨紧急发出声明，表示因为会员反应相当热烈，导致系统出现异常忙碌，会员登录之后无法完成活动兑换。对此高铁将针对活动期间成功登录了2500位会员，后续会另外公布卡号，并主动个别通知会员将半价券转入会员账户，同样享有半价的优惠权益。而对于活动没有完善造成会员的不便，高铁也深感抱歉。